熊猫，熊猫，小朋友来一起学习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大海。大家好，我叫小丽。欢迎大家来到好玩的汉语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汉语吧。家，鸡啊家。家，学校，西约学，西奥校，学校，学校，商店，诗昂商。的一岸店，商店，商店，房间，佛昂房，鸡安间，房间，房间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玩？是的，期待下一次，下一次见，拜拜。